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交易人生，我是高维旭。加权指数现在上涨69点，在10221点，10225。其实持续在验证我之前跟你讲的，你要看的分析节目，要看就是要看有没有告诉你正确明确的方向，而不是多空都想讨好你，啊。之前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你会听到的分析是什么？前波的高点是一个压力，即便你做多，你都要小心前波有高点有压力，然后再来告诉你这一段缺口也是压力。但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啊，开红盘的时候啊，从9319涨到开红盘10004点，我告诉你行情没有结束，方向只有一个很明确，就是往上，没有模棱两可的。如果你听到我的分析，你会赚得到钱。可是如果你听到的分析是告诉你说前波还有压力啊，投资朋友，从10000点到10266，今天再创新高，200点的空间你又不见了，你又没赚到了。然后即便突破，你现在看到的分析就会告诉你这边还有一个缺口要补，还是有压力。投资朋友，这个缺口现在缺口在10600点到10700点，千点的行情它就不见了。那一种分析你看一看，对你的交易是没有帮助的。1月3号、1月4号、1月7号这三天，我告诉你行情路况往下，可是要偏多操作爆股过年。即便过年后开红盘，我都告诉你还是继续往上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前提是什么？12月20号，我有先告诉你行情路况往下，请你出清股票。12月20号行情路况往下，我请你出清股票。1月3号行情路况往下，我们可以进场布局偏多操作。1月7号，我再告诉我会员，往下幅度不会太大。我们1月3号进场的偏多操作股票，震荡是短期必然现象，震荡幅度越高，不论涨势跟速度都会超乎你的预期。1月30号爆股过年，新年快乐，投资朋友，整段的行情，我敢说，整段的行情我都吃得到。可是你看的节目，他敢跟你保证整段行情他吃得到吗？大部分跟你讲叫倒转反转了，1月3号、1月4号、1月7号倒转反转之后，现在追到9738点收盘价，这中间有多少利空，一定会被洗掉的了。包含在告诉你说，开红盘请你卖掉，然后呢，再创新高。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他整段都吃到行情的，请他至少提出证据来，而且这中间这一段的路程方向是一致的，没有一天是忽多忽空的，因为这一段的行情太多利空了，包含了被动元件。包含被动元件，包含了矽晶圆，包含了那个半导体、记忆体的利空，包含了什么？包含了台积电。这一段行情能坚持住的，才会是最后的大赢家。可是有多少人坚持住？只有我坚持住，而且我的看法不会因为一天的涨跌而多空摇摆。我都告诉投资朋友，请你爆股过年，爆股过年，过年后告诉你还会再创新高，路况还是往上走。也许你会觉得你赚不到钱，现阶段你该怎么做？可是投资篇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下一次的机会你才有可能掌握得住。如果你只是看看，你都不愿意改变自己，然后你喜欢看那种多空都想讨好你的，基本上呢，你机会没抓住，然后呢，如果遇到崩跌的时候，你也没办法避开风险。我跟你讲，1月3号、1月4号、1月7号买进的前提是12月20号，我请你出清股票。我告诉你，请你要避开风险1200点、480点的前提，是因为我前面有告诉你，请你出清股票。你不是我的会员，至少要减码。之后我告诉你要偏多操作，所以我们做到了金项店吧。10月份、12月份的行情，我告诉你，
1月3号12月20号出清股票之后，1月3号1月4号1月7号请你偏多操作。这一段的行情我们有吃到，后面这段我没做到，不关我的事，可是我们做到这一段涨势跟速度超乎你预期的。我们爆股过年的汉讯从五字头涨到七字头，今天最高到71块。我们爆股过年的世纪钢啊，从五字头涨到七字头，这一段我们是不是完完整整的吃到？当我在告诉你1316上药这一段在整理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围绕重建题材受惠的概念股，你也不敢买。当我在告诉你羚羊的时候，羚羊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是我在 Line 的时候告诉你的。我告诉你什么？智慧音箱啊，拿出证据给你们看。可是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，你不敢进场。智慧音箱，来，找给你看。可能没有带过来哈，我再找一下。我在我再告诉你这边，在我的 Light 上面，我都有跟你说，智慧音箱是你值得注意的产业。然后里面有什么股票？就包含了羚羊了，可是你不敢买，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所以你只是在外面在看而已。你只是在外面在看，你没有办法进场的，可能没有带过来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行情路况，大多数人又要告诉你保守，一直在保守，你是赚不到钱的。一直在保守，你是赚不到钱。你老是喜欢听那一种多空都可以讨好你的那种分析啊，真的对你的帮助都没有。会费会是一个问题吗？我认为不会是一个问题。你必须找到一个你缴了钱，至少他可以老老实实带你去进场做交易的人，而且真的要掌握机会，说的跟做的是一样的。对于你来说，你缴的会费才会值得。不然你缴的会费老是听那一种多空都对的，现在有人多少人告诉你他从头报到尾，麻烦请他提出证据来。如果提不出证据，我认为都是不诚实的。至少我提出证据，至少我说跟做的是一样的，至少我不会多空摇摆。投资朋友，这很重要啊！我没有多空摇摆过，该请你避开的我一定请你避开，不会因为当时的时空背景叫做主底、复合底，就告诉你放心努力去做交易，勇敢做交易。请你避开，我一定请你避开，请你避开十二月二十号，请你避开，一定请你避开。但是，请你掌握十一月份、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的行情，我一定带我的会员老老实实、扎扎实实的进场。我告诉你，一月三号、一月十号、一月七号要偏多布局，爆股过年，过年之后我再告诉你继续往上，不要去听那种分析多空两可的分析。我也是老老实实带会员进场去做一个交易。放弃是一秒钟的时间，坚持很难，能坚持到最后。你才会是最后的交易上的霸主。想要跟上脚步的，欢迎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。我是高维旭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获利满满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